你对国兰文化的一个见解的话，你会跟我分享一下吗？在国兰的话，我在国兰界呢，已经差不多40几年的历史了。那今天呢，很荣幸，我在一生当中呢，是第一次的来到大陆面对这样的，因为呢，今天是我们凤凰山，这个凤凰特别名位，但是我记得了哈，在我第一次踏入这个国兰界，第一次买的话哈，也是买了这个凤凰来种，开始到今天已经40几年历史，到今天呢。特别来到凤凰山参加这个凤凰的这个展览，感到非常的荣幸。但是今天过来这边呢，我带了这个一本呢，这个是跟那个凤凰呢，是没有什么东西。但是呢，这一路是这个是我们台湾仅存的寒览，这寒览是大关山。那在大关山呢？大概1973年，他就下山，到现在也已经12年的历史了。但是他在1980年到1985年，那也是曾经闯过天下。一雅一只呢，大概台币当时的价钱是在100万左右。现在呢，已经差不多要30年了，但是。现在呢，它意向一直进化到现在呢，可以说到了极点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有带过来，在这里参加哈这次的那个展出。我们希望把这路花，让我们这两岸的那个男友能够互相的交流，来观摩，一日好啊。它的花呢哈，它的那个叶姿叶态呢，非常的优美。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哈。所以今天特别来到这里。来恭候我们徐董呢，在这次的所举办的展览呢，非常的成功，在这里祝福他，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的，那展示馆还要到这边，谢谢。